那我现在来做几只这个单只的这个装饰的珠子哈，这装饰用的珠子，那要多要少随便你自己决定哈，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加减15公分的金属线，然后加一颗珠子，一样放在中间的位置，然后像这个水滴比较大，它会松动的，直接交叉转它会松动的，我们多绕一圈，水滴的部分要多绕一圈，这个水滴等于是在这个水滴的洞里面，它是有两次的铁丝在里面哈，穿过之后再回穿一次，那我们一样左手握紧珠子，右手在这个两条线的交叉，在这个珠子的底部的地方交叉旋转，好，那大家转个3圈之后，我们一样把手移到这个根部的地方，然后转珠子，这样子的这个螺旋才会漂亮，因为这里要外露出来，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好像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这个花的，这个花花本身是用现成的缎带花，那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。那我们首先要将这个铁丝，等一下要固定那个羽毛还有这些珠子的铁丝，我们先把它穿过这个花的根部，从这个花的根部穿进去，尽量的哈，可能就先用个牙签什么之类的，看有没有办法在这个中间稍微的铁丝穿出来的地方，原来的铁丝穿出来的地方稍微的把它戳一下，这样稍微戳一下，那它这个有一点点缝隙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金属线穿进来。那一样28G 的线，那穿进来之后呢，一样就是留个2公分左右在这个花的根部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，现在是要固定铁丝，固定在这个花上面，因为等一下要来做那个绕那个加那些配饰的那配件的珠子，那我们现在一样绕这个花绕个3圈，那基本上呢，铁丝就已经固定在这个原来的铁丝上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个组合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考虑到你将来花的姿态，胸花完整的姿态到底要怎么放，要怎么摆。那你可以先决定这个大的东西，你将来花佩戴的时候是要羽毛朝上，还是要羽毛朝下？好，那就会关系到你这些配件的摆放位置。好，那因为我们配件要跟花线组合在一起，那我这一朵我要把它做成羽毛朝下，就像是叶子朝下的感觉。那现在要来把这些装饰珠加上去，那因为我等一下羽毛会是在上面，会是在这一边，因为我要让我的花是这样子垂这个方向，那佩戴的时候是这样子组合的，这样子在背面是这样，好，所以花是往这边延伸，那我的因为这上面有我的主要的羽毛的部分，所以我就要考虑到我那个珠子的摆设，我可能就会集中在这一部分。那我们现在来加那个珠子，那基本上这边是要加那个羽毛的地方，那因为羽毛是透明色，所以我会给它加个有比较有颜色的珠子，好，放进来，然后再加个
一次每次都加三只，好，那你要摆哪个位置都 OK。这样子我一次加了三只进来，那在这个根部的地方我们把它握紧，三只要把它握紧，然后再缠绕三圈，好，一二要拉紧，同时要注意一下这个位置，因为它会稍微跑掉，好，因为它面积很小，三，好，这已经加了三个，那我还要再加第二层，一样每一次都加三只，那数量你自己决定。一样再绕三圈，这一次有缠绕的到花的根部来了，因为那个上面的位置并不大，好，那我们可以再把它稍微的调整一下，这时候还稍微可以拉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要调整一下高度，如果它缩进去了你就要赶快调整好，因为这才加进去而已，然后再加三只，要几只看你自己的那个喜好了哈，没有说一定要加几只，那但是每一次只能加三只，不能太多。那我们一样，这已经到那个花的那个底下哈，不是已经不是在这个花萼的地方，我们已经到这个茎的部分，然后来做固定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那我们再调整一下。好，那现在要来加羽毛了。那羽毛加进来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个花。稍微的再多绕一圈，那我们要组合这个羽毛之前，我们先把花折成90度，好，再把这个羽毛加进来，然后现在开始缠绕，好，一样就是先绕三圈，全部哦。那这个地方，我们缠绕这个花之后，绕到这个第一根羽毛跟第二根羽毛的中间，就像我们刚才在加三根羽毛的时候一样。好，我们要补强这一块，然后再把三个一起。再从这个第二跟第三的羽毛中间穿过去，注意都不要卡到那个竹子的部分，因为这样才好把它拉紧。那确实的拉一下。然后再继续缠绕三，所有的羽毛跟花的部分全部一起缠绕。那接下来就继续的把它绕完。那这个可能要费一点点的时间哈，我们尽量要考虑到那个
就是有没有那个已经要结束的那个金属线的部分，这画的生态我们等一下再来做调整，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如果有那个地方已经刚好是铁丝要金属线要结束的地方，那你就要绕的密度要稍微密合一点点。那我们先把就是稍微这样子就好，因为我们还要把那个别针加进来，因为别针在整个结束之前，我们要把它跟我们的花跟羽毛把它结合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因为最后的地方我们会反折来做结束，所以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来做。那那个别针的部分先把它固定起来，先把那个别针固定进去花里面。好，我将来的话是这个是这个佩戴的时候我要佩戴成这个角度，所以会变成是我会在这个羽毛朝下这样子来佩戴，我会用这样的角度来佩戴，所以到时候这个等一下收的时候会我们会反折再去做结束，但是我们要先把别针固定上去。